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无限的打嗝。我先讲为什么要无限的打嗝，你们自己想想。有时候啊，你真的是觉得我不想吃，你要想要找理由推脱，你就可以打个嗝，让对方知道我已经饱了，其实我还没吃，但是就是不想吃。来，这样子就有兴趣学习了吧？来，听我示范一次。来，这个方法呢，就是说你要把空气储存到这里面去，然后再顺利的把它挤压出来，而且要用力的把它挤压出来，这样子才能发生声音的震动。看我再示范一次。好，这样应该还蛮简单的，相信大家都学会了，谢谢大家。